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这赖神昨晚打的局两千分巅峰赛，本局高手云集，对面是国服韩信、国服虞姬，马超是职业选手江城，而赖神用老夫子对线江城的马超，又会有怎样的表现？一级正常抢先，二级就起了杀心。这波江城看到老夫子用了二技能，疾跑一开就戳了上来。这波下波线直接能帮赖抓，他韩信抓上的，这边韩信抓上的。下波线吗？哦，这么轻吗？哇塞！上波单杀，对面也开始针对赖神。这波西施在草丛足足蹲了一分钟。西施感觉还在下路，他没有走。帮上！我副甲鞋出来，我就开始干架了。他应该不会帮，其实应该不会抓上他，他拉不到我。帮守住！他能看视野的。韩信刷上去了，红区马上刷了，韩信刷上去了。西施不知道，在下路。来到六级，马超到中路乱杀，赖神趁机拆塔。换了一个。我上路被压了呀。没事，下路也能拆一样的，这把发育起来直接无敌的，副甲鞋无敌的。发育。我先刷钱，这韩信小钱刷的有点快啊。可以，不愧是赖，我操，好 K， 好的，拿得好。拆完下塔，又来到上路拆。赖神看到队友一直在中路打转，也不摸塔，内心早有怨言。不是啊，我们这打前期节奏的，让那头刷钱。一个个的都温室里的花朵都是要走一起的。不连体不会玩这游戏啊。哎呀，杀人了！杀到了队友呢，链子都不点一下的。赖神复活，这波还想拆下路二塔，却被马超留住，而队友又距离十万八千里赶不过来，赖神绝望。变强的，冬天女娲一个人会好抢吗？做点事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真的这样打游戏要，总有一天要那个了。中路就两个人，下路三个人，直接把他越了，我操！别下路断后面啊！赖神这波掉点导致下路二塔被拆，射手也被堵在高地出不来，还好此时露露站了出来。韩信被我秒了，下路线交给我。赖神带线一路来到对面二塔，这次再战马超，这个男人没有后退，勇往直前。做点事情好不好？我真的是要打哭了。我也快打哭了，说句实话。我开不了团啊，不会让我开团吧？
16分钟，露露看到马超独自上路带线，想要单杀马超。这波节奏使赖神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哎，找人找我，逮一个马超，逮个马超。那我们对面，你好歹吗？还没，我靠，被砍杀。那操作一下吧，兄弟。对面开竹子了，开竹子了。得几把没了，几把最快。他们马超状态也不是很健康的。你这逮他。放个上高吧，放个上高吧，手中高吧，放个上高，放个上高，手中高吧，放个上高，上高放了上高，别被一波了就行。别上去被拉，别上去被拉，你在后面给我个链子。哎，马超，马超，马超波甲，马超波甲，看着，往马超波甲点出来了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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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一波不了的，杀人就行了，杀人就行了，韩信，韩信，有明刀的，有明刀的，别急，明刀的，看，好，塞宝，塞宝，塞，慢点来麦，别被一波了，别被一波了。哇，好硬啊，这老夫子，我真你妈硬。双 C 都交散了。这波团战打完，双方陷入僵局，谁也不敢主动开团，直到风暴龙王刷新。啊，风暴龙王，风暴龙王，补个状态，一波，补个状态。风暴龙王，风暴龙王，风暴龙王，鸟让我吸血吧，下面鸟让我吸个血，鸟让我吸个血。让你让，哎，来人呀，亲兄弟，亲兄弟打龙王。哎，状态太差了。先把线，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先把线管好，先把线管好。上路要带一波，上路要带一波，否则要开他，开他，开他，开他。牛逼秒掉！你们开，你们开，你们开，直接打开！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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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死了。鲁班，你走上去，你别怕，鲁班，你真的走上去，我真的我。不要白给，不要白给，你要走上去干嘛？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马超，马超，还是看我，看我，看我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我开不？打打打！其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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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金身！哎妈，哎送的送的送，直播呀！直播掉脸！拿龙行不行？我在带波上，我去带波上。我去带波上，我去带波上，我去带波上。狄仁杰，跟我开龙，狄仁杰。过不了，我。不要不要拿龙了，兄弟，不要带线了。我这波上没带的，我的家要没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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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破甲，有破甲，有破甲。死死，韩信死，韩信死。你们那怎么样？韩信死了，看你们那了。我已经宰了一个了，兄弟，我已经宰了一个了，我已经宰了一个。我们这边宰了个射手，宰了个射手。张飞咬死，张飞咬死。上线带完了，我回家出来，开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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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清线，开龙开龙开龙，一波不了，开龙开龙开龙。小逼，我有复活甲。之后顺利拿下风魔龙王，向对方高地发起最后的冲击。来人呀，兄弟，来！真的累，2100又回来了。教学生，江城啊江城，好好的射手不玩，去玩对抗路，去玩打野。你能卖过我这个砍吗？